叫着 taxi， 下个 taxi。春凤茶，糖火锅，喝客花，冲客小王，出发嘞！我想收看冲客小王，太高兴哎 ！Hello， 文玉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文玉。今天要介绍的一个我们唱客小红的来宾呢，你看这个照片，从他早年他是一个加入一个 K1 有个唱跳团体，可是现在退伍之后呢，我看到那六块肌真的吓到我了。那我们欢迎纪言凯 J 哦。冲哈小凤太高号，哇塞！今天来到唱客小王，第一道菜就先让你吃了，好吧？客家小炒上，这是在别啊，我们是美食节目了。那今天唱客小王呢，我觉得我们有两个最主要的任务要去执行。哦，第一个你要唱客家歌，你的这个样子很难想象你唱客家歌，不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客家人，我爸爸是客家人，但是我在台北出生，所以小时候就没有特别去练习客家。可是我当我练到，因为最近跟很多客家的活动有连结，对，然后我一唱到客家歌的时候，发现哎，其实我学的好像蛮快的。所以这一首歌就叫做那个 Hand for Gimme C， Hand for Gimme C， 而且在听的时候很日系，我觉得客家歌有这种感觉，你应该多唱哎。那你今天教哪一句客家话呢？教哪一句客家话？好，现在是几点？啊，客家话怎么讲？一哈几多点？一哈几多点？好啊，那现在呢，我就要去唱客小黄，要去找一位路边的乘客，你等我好 ，OK？ 好，加油 ，Cool， 面，拜，加油。Fighting！ 下个 music， 今日家事唔轻坐上，阿玲咧冲客小王，同阿玲讲唔可以来宾，阿玲只会要专门咧告诉轻坐，冲一条荷塘嘅客家锅本汤哦。阿最面我对下茶时节爱喝一支客家花，阿玲摆嘅茶啤酒完全免费，阿玲下咧阿玲出来看看来宾朋友可以坐到阿玲咧冲客小王。大人 ，Hello， 对，纪言凯 JR， 嗨，他真的要去西门町，待会我们在这个路上啊，我们会 JR 会唱歌先给你听，那我们就看着镜头说，我说冲客小王，你们就讲三个字就说出发嘞，冲客小王出发嘞。哎，好像还没有跟我们讲你的名字哎。我叫林子君。子君，哇，小林，你今年几岁？二十哦。那当时你看到 JR 的时候，大概是几岁？他们刚出道的时候，应该11年了。那算起来，对啊，20减10，应该9岁。那你那时候我那时候看到的印象的我在干嘛？拍偶像剧。哇，可是过那么多年，现在他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？现在比较帅了。帅很多啊，对。好吧，今天为少女谋福利，我们来看一下六块肌还是啊？是六块肌，不是六块肌。你刚刚说你从小是跟外婆一起。一起住的，就是住家里，然后外婆跟外公就会讲客家话，然后就一起讲。JR 现在要唱歌，非常具有那种日本偶像杰尼斯团体的那种感觉，也有点小 R&B， 然后又有节奏感，幸福的气味。Hand for Gimme C。是寒天，有风来了，娘的心明爱受多累，春梦里暗熊笑，一路红有你更好。一春一落，春怕秋冬，花开花却总有满笼，像是蓝天。像是乌云，朋友作伴自勉强从，感觉提供不能复兴，始终不爱，不能很不给迷信，发用素用，你自用。
上有你穷哈，一路上有你穷哈哈。哇，你觉得你听到九岁时候偶像的旁边听他唱歌，四十岁啊，差一年计较。你有一个这个任务要执行，这样不然你要付很多的车钱。好，我们今天分享，我们今天要教这句呢。What time is it？ 这个国语呢是现在是几点？要问人家今嘛是几点？对，好，我教大家正确念法。一哈几多点？是现在是几点的意思？好，那我们就请子君呢对着我们的镜头来讲一下这句客家话。一哈几多点？好啊，不错，非常的标准哎。Good job。好，现在已经到了。好了，我觉得今天非常的开心，跟你非常的有缘，这样好不好？请继续的为我们的客家的文化。以后你结婚会不会教你的小孩子讲客家话？生小孩？会，一定要，好不好？对，自己的母语自己救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我们今天谢谢子君搭这一趟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JR 来到我们的这个上课小黄 ，Yes，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原来你是客家人。对，而且让全世界知道说客家歌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呈现。我觉得 R&B 啊，可以让客家歌的那个，因为客家歌的一些咬字，它那个听起来就会发现，有时候跟广东或者是一些国外的东西，然后可以柔柔的唱 R&B。好的音乐是要跨越语言的限制的。没错。冲学 seven， 你不成功。